不净观诵，鼓响，皮肉已消烁，唯余骨尚存。雨天胎显色，水浸上沙痕。千碗多重移，收藏少子孙，风流何去？何处去？愁煞未归魂。这是鼓响。前面讲尸体散乱，就风吹日晒以及种种的鸟兽的这种食啖，所以这个尸体的皮肉都已经消失了，只剩下骨头还尚存在。那全身的骨头，从脚骨啊、小腿骨到胯部、腰部啊、脊椎、头顶，这个人的骨头是各个部位相互支撑的啊。而且骨头上面又有这个筋在包裹，使它更有灵活性。所以这个骨上层呢，就有两种情形：一种是这个尸体的骨跟筋相连；还有一种是骨头各个部位的骨节全都分离。那这个筋和骨相连呢，也就观想这个能够破男女之相、长短之相、美丑之相、细滑之相，这些都已经原来生前来狂惑人眼目的这些相都没有了，只是筋和骨相连的状态。在这个骨节全都分离了，那就散开，就看不到一个人形的样子了，这就破失众生根本实相，就是人的身体就是一切归空的。所以当这个尸体的皮肉全都消失，唯有骨头或分散或筋骨相连存在，在旷野当中，这种凄风冷雨就更增添上了这个白骨上的胎鲜这个颜色。一般胎鲜是生长在阴冷的地方，是一种植物。那这个骨头上它也会长上胎鲜，只要有雨来滋润，这个胎鲜就越来越多了。这雨天胎鲜色，
而且这骨头在旷野里面慢慢的，它上面就蒙上了浮上的一层沙了，沙粒了，哎，这个雨水一来又浸在了这个沙上，沙这个沙又在白骨上就留下它的痕迹。再看这个分散的骨头被很多的昆虫蚂蚁来啖食，那这些蚂蚁呢觉得这个骨头是美餐了啊，很多的蚂蚁要把这个骨头搬到它窝里去啊，所以这个牵拉着这样的骨头有很多的蚂蚁来把它要运过去啊。看到这一幕情形，你想想骨头应该它的孝子贤孙要来收藏啊，但往往收藏这个骨头的却没有子孙后代来收藏。到这个时候看他的生前啊，这个风流啊，浪漫啊，流连这个感情之场啊，啊，走在什么地方都希望有很多的回头率啊。这个时候看到这堆白骨，这个风流到哪去了呢？一场空啊，啊，所以愁杀未归魂呢、啊？未归魂就是指还在世间的人，他还没有死。这个没有死的，或者他的丈夫，或者他的妻子，啊，渐渐孤独了，想念死去的伴侣了，啊。很忧愁啊。好，请看下面。烈焰贫枯骨，须臾方炽然，红烧天际火，黑透树头烟，望念同灰烬，归真心病日悬，欲超生死路，此关要经言。这最后的一个观想烧响，烧也就是涂皮了啊，这个对人的尸体的处理各个国家的风俗各有不同啊，在我们中国古代大多数都是土葬的啊，甚至达官贵人对这个土葬还非常的厚葬啊，要把他生前的富贵荣华带到另外一个世间去啊，所以这个世间很多的享乐的东西都带到坟墓里面，
甚至还有殉葬的恶习啊。有些墓里面都能看到啊，有很多壁画啊，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升到天上，或者啊，他这个又有更多的享受啊，比如他喜欢搓麻将，都会带很多麻将牌下去啊。喜欢吃的东西也要带的很多啊！你看这看那些墓堆啊，那个仓库里面都是他爱吃的东西啊。实际上他不知道用不上的啊，甚至更执着这个身体的永恒呢 啊要铸成一个木乃伊。啊，永远保存在那里，希望他的灵魂再回来，诸如此类啊。那佛教对生命的真相看得非常透彻，所以对这个尸体的处理就是以涂皮为主，火葬啊。连释迦牟尼佛这个万德庄严的身体也是以涂皮的形态来了结，当然也包含着为后人留下碎身舍利广度众生。那一般的人一烧就是一把灰嘛，啊，可能还是黑黑的、灰灰的，啊，烧不出五颜六色的色粒子，啊，圣者才有可能，啊。好，那这个涂皮啊，这种风俗自从啊佛教在汉代传到中国以来，慢慢的这种火葬也被我们中国社会接受下来了，至少在教内啊，四众弟子都会自然的选择涂皮啊。现在在社会上也普遍用啊烧的形式了啊，这可能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内容了。啊，涂皮对这个尸体那一烧，一般是我们现在是用坐在龛里面，放在窑里面，然后有很多干柴啊在那里烧，那是把那个铁门一关还看不到。但看就是这种涂皮的方式也很多，你现在到印度去看，它这个恒河边上也常常会看到烧尸体的场面啊，它就是架上了啊木材上面再把尸体放在上面，然后在下面就烧啊。那这一烧就是这个火焰呢 啊这个非常的炽热啊，就烧着这个枯骨啊，这一烧很快就炽然就是温度升得很高啊，然后这种啊烧红的火呀啊，烧红半边天呢，红非天际火，使这个天空都显得烧红了的感觉啊。那这个火中透出这个尸体烧的那种黑烟啊，
就从树头上闪开。啊，那这一幕很快就会烧尽了。生前的种种的妄想，对欲望的追求，这些就同火焰当中的灰烬一样画句号了。这个尸体呀、啊，它烧的时间多长，最后留下什么，还确实跟人的修为有关系。就去年传院长脑涂皮，他是我们特别住的一个火化的地方，他因为龛子很大啊，是特制的，可是烧了七天七夜啊，烧了七天七夜，等我们第七天开炉的时候，其中有一根很长的骨头，很重，很重。我一摸呢，还是温度很高，一放上去就赶紧要把手这个闪开。你就想烧了七天七夜的骨头还是那么高温的，这大概。这个一般人不大可能出现这个现象，啊，一方面它高温，一方面那根骨头还很重啊，这个它不轻的，很重，敲一敲呢，还有点金属的那种感觉，啊，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。最后没有了，这个烧响呢，它就会让我们有一种警觉，是为我们这个身体没有死亡之前，对这个身体如何的炼浊，天天沐浴啊、打扮，要啊、装饰最好的香水。啊，要穿名牌的衣服，要让这个身体要啊、这个色身香味呀、啊，都是要达到极致的享受啊，一辈子就为这个身体做奴隶，满足身体的欲望。那现在一把火一烧。那是比刺刀刺的还要残酷啊！因为这个尸体刚死的时候看过去还有一个人形，现在火一把火一烧，很快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也就是一切我们看去的很真实的物质性的身体，最后都是无常的，什么都没有的。为什么叫四大本空啊？四大皆空啊！你一烧，你可不是你身体的地水火风四大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身体没有了，并不是一切没有，有神识，这是我们生命的真相。形灭，神不灭。这个神识呢，
是在身体里面的主人翁，这才使得我们要重视的。但是死亡的时候，这个神识离开了肉体了，离开肉体，如果他还在中阴身阶段，可能他还会看到自己的尸体被烧的全过程，他会想不要烧我的尸体呀，我还在呀啊！但是中阴身那个神识在那种状态，他再怎么焦急，怎么穿来穿去，跟阳世的人已经不产生关系了。如果这个神识能够能转识成智，那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如来藏性。但我们这个真如之性，就一念不绝嘛，形成阿赖耶识嘛，不生灭的那真如跟生灭的混在一起了，这就是神识。如果转世成智，那就是都是回归到不生不灭的法性，这就是妙真如心啊。这个真如心它是永恒存在的，不会随着我们肉体的死亡而断灭，虽能在轮回的过程当中，这个真心也没有减少一点啊。我们要当下体认这一点，而不是断灭见的观点。现在断灭见已经是很普遍的观念了，人死的灭，人死的什么都没有，就这一念呢，他就对生命产生了一个很绝望的观念，于是对现世的这个假的身体产生了很重的贪恋执着啊。所以要超越生死之路，这个烧想，这个观想，要仔细的啊精研啊，要参究。所以这个九想呢，是我们断言语烦恼的地气。通过九想观，我们觉悟身后的这个尸体呀，有着如此的不堪，惨痛，自己对自己的生命，这个尸体你都没，身后的尸体你是没有办法去把控的，也就说明我们的生命是很被动的。死了之后，你叫人，其他人怎么处理自己的身体，你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福报大的众生，他对自己的生命全过程都是有主动性的。大家看《弥勒下生经》，说弥勒菩萨降诞成佛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平均寿命是80000岁，80000岁又修十善业道，又随弥勒佛修唯心是定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众生对生命
他是有主动把握，比如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生命终结，寿命到了，寿命到了，他就会提前给自己在3年里面做一个屋子，相当于种吧，你可以说它是种，反正它最后它安息的地方，做屋子。做屋子呢，他自己在家人的陪伴之下来到这间屋子，坐在这个坐下来跟家人告别，家人最后也向他顶礼告别。家人走的时候，他就坐进了这间屋子，把门一关，他在那里修禅定。修禅定，他能够牵石，把这个神石牵到有佛的刹土里面去。这个神识一到，那就是一个上升的过程，剩下这个肉体就跟这个屋子就像一个种一样的随他去。那你看到这个，说明他对自己的生命由从始至终都很有主动主导性，不像我们死了之后还要人扛到那个坟墓里面去，抬到坟墓，他自己走过去，告别下，自己走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多想一点死亡的事情很有作用。如果你只是对这个死亡你回避不去讨论，这已经是普遍现象，由于身见我知，他怕死，所以他就不敢面对这个话题。哪怕是得了绝症晚期，你也不好像都不敢跟他讨论这个话题。但真的是一个修道人要天天思维这个死字，只有思维死字，我们对这个欲望的火啊，它就会淡下来，心地就能清凉。那愚痴的人，执着世间的欲望满足的人，他是不愿讨论这个问题，而且他一听这个，还是他就会忧愁，会哀叹，说这个是不吉祥，他不能讨论这个事情。这个死有什么不吉祥啊？死随时伴随着我们呢，如影随形呢。生命有多长啊？生命就在呼吸间呢。呼吸间的这样的一个微脆的生命，你还不去赶紧思维清楚，为这个生命死亡找到一个好的结局，那就是愚痴了，所以一个修行人修这个常常思维这个死，乃至于刚才讲的久想，这个观想这个人的寿命呢，是非常微脆的，是种种的怨愁所围绕的。我们的念头念念生住意灭，我们的生命天天在衰减，天天在走向死亡。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山中的那种水一样，它是停不住的。今日虽存，明亦难保啊！今天还活在这里，明天是不是你还活着？你都不能打100%的保票的。
今晚脱了鞋和袜，未知明朝穿不穿。啊，你晚上睡下去，做个噩梦，猝死了，第二天你可能就起不来了。啊，那家人一看，哦，没有气了，赶紧也要跟你啊处理后事了。啊，所以人的生命就像早上的雾气呀，是不会久停的。就像监狱里面的囚犯，他要执行死刑了，啊，到菜市口让他步步到那个要砍头的地方去啊，就好像屠宰场，他养了很多牛羊，现在要屠宰他，这个抓一只这个到屠宰场一样的。所以我们通过九想观，要对自己的生命的无常败坏要有紧迫感。我们的生命得人生很难，这一期的生命就一定要做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。这些如果我们只是在物质层面过这一辈子，不尊重自己身肉体里面的那个灵性的话，我们还真的就是徒然的出生，徒然的死亡啊。如果算上啊算笔账呢，往往做亏本的买卖，下三个道啊。所以今生一定要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感通佛地，临命终时往啊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到七宝池八功德水那朵莲花里面，莲花化身，这时候出来的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血肉之躯了，乃是万德庄严的如来身、金刚那罗延身、紫摩真金色，就永远离开了这个苦恼的业报的身体啊。希望大家好好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南无阿弥陀佛。